观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2:40收看《九四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我们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呢，在英美央行放鹰的情况之下，台股在今天开低震荡走低哦，而且是一开盘就失守了万七，最后呢尾盘还收在最低哦，中场是下跌了171点，收在16887，成交量呢来到2938.5亿，量能跟昨天其实差不多了。不过很多投资朋友都在讲说哦，这样的状况不敢动了。那刚刚其实在开始节目开始之前，跟我们的老师啊，我们龙源投顾王信杰分析师跟他聊天的时候呢，老师有特别提到说，哎，这些是不是不敢动的人，也许他的股票已经套住了。不过聊天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老师一样就是非常的稳定，因为已经准备好满手的银弹，就在等买点。但接下来买点什么时候会到呢？赶快请教王信杰分析师。哎，金庆好，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晚安。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今天的这个台股哦，一开盘就失守万七，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今天不要动好了啦，就干脆守在那边不动了。但是，守在那边的人还有一种心态，可能是他的股票已经被套住了。我想第一个你说整个指数说要守万七，我相信整个这个哦，理想总是美好的，但是最后整个梦想都让你整个破灭。就是大盘指数今天是万七根本没有守住，而且是一开盘就收在今天的一个相对低档哦，收在16887点。那你会发觉这个回答过程当中，第一个不仅把之前在整个六月中旬左右留下多方缺口，哦，整个做一个完全做一个回补的动作。那这个多方缺口，哦，我们待会在节目的里面再跟投资做一个哈，勾起你的一个回忆，尤其当你在最嗨最热的情况下回补。第二个，大盘指数今天已经来到整个月线上下附近，当然如果你要说哦收盘有稍微跌破月线，也都合理。那整个之前在高档还在17,000到17,300的时候，我就跟投资们讲得很清楚了，我说这一个回档绝对不是守五日线，十日线你想守住都很难，哦，最起码月线上下。甚至搞不好季线上下再说，哦，那你都不要以为我在恐吓你，吓唬你。就算回到季线，多头还是叫多头。对，因为我想多头市场里面，股价回撤月线，甚至回撤到季线上下附近，我觉得这不是很合理正常吗？这司空见惯，这常看到。但重点是，如果你现在是满手追高套牢的股票的人，很多投资者说，就像刚金讲讲的，啊，为什么不敢动？你就是股票套牢的嘛，套住了，啊。那你会套牢什么股票？AI 伺服器 AI 嘛，这个叫 AI 伺服 AI 高温概念股啊，追高套牢追 AI 啊 AI 啊，对啊，因为大家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那个梦化的太大了嘛，未来的趋势潮流。那我记得我们还在上礼拜提醒过大家，我说你要记得2000年的网络科技泡沫，你看20几年过去的，对，现在2023啊，2000年的网络科技泡沫告诉你未来走到哪里都有网络。对不对？那时候不是这么讲吗？走到哪都一定有网络，不管你是要上山，你要下海，对，你一定都有网络，对不对？事实都要证明啊，是没错。你要到喜马拉雅山，搞不好都有网络，让你可以拍照、留念、打卡。但是在20年后才实现。你要到海底，对啊，你到海底，搞不好都可以在潜水打卡的。是，但是又如何？2000年的网络科技泡沫，好，20年之后实现了。但是当时在。2000年20几年前去追高的网络，那个什么叫网络股科技，网络科技股呢？你那个网络科技基金啊，是个20几年啊，不管美国股市创历史新高，台股也创下历史新高了。对，你2000年那个时候买的，那时候那个什么，不管国内外募集的网络科技基金呢，你到现在10之8九都还没办法解套。搞不好有的都已经清算下市了，对，甚至很多投资朋友，你可能如果你年轻人，可能当然没有经历过这一段，你可能稍微我们说是40-50岁以上的人，经历过这一段的人，搞不好你的网络科技基金早就怎么样，然后早就停损下市，停损，要么不是下清算下市，要么就什么，已经早就已经含泪停损换股的嘛，对对对，对啊，但是呢，2020几年的时候，对，实现的，是，股价又如何？所以我记得在5-6年前多人说电动车以后会满街跑，我说满天跑的那一天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啊，因为股价会炒到哪边，会不会泡沫掉嘛，对不对？到现在很多人在说 AI， 当然我不是说 AI 不能碰，我也讲，在记得之前跟你讲嘛，涨多的你要记得先见好就收，获利了结，等到拉回整理完买真正有实质社会的，基本面比较好的，然后本益比比较偏低的 AI 的概念股来买，那些已经炒到50倍、100倍，甚至200-300倍本益比的，这些叫本梦比的，
这些 AI 的概念股，我觉得说你就尽量少碰，而且不是只有叫本梦比的 AI 的叫 AI 概念股，哦，你说连观光股也好，连什么军工，连什么重电，本益比都炒到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全部今天都趴了。这个就让我想到很多之前大家不是流行，只要股票在炒题材，嗯，因为本益比没办法算嘛，太高了嘛。对对对。他如果跟你讲本益比，他知道很多投资人可能买不下手，追不下手。那你当大市场上大多投资朋友们买不下手，追不下手的时候，那在高档主力大户怎么出货？所以就会跟你讲一个叫做什么本梦比嘛。你不觉得每次股票涨高的，就是涨到天上，就是那个本梦比梦来了？对，就是那个梦。以前生技的新药有没有炒过本梦比？有。哎，你现在回过来，那个本梦比的新药股，到现在几只有？炒到天上去了。到现在有几只让你创新高解套卧底？真的，真的。那些新药之前只要炒到是叫本梦比的概念的新药股，你也没办法解套获利。哎呀，太多的了，哦，那个题外话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因为我们回过来是谈的是涨多回撤月线整理完毕要破断上攻的嘛，哦，跌了四百多点会整理完要上去的吗？还是可能当然我讲这句话也许现在投资比较已经没那个信心了，因为今天杀了一根长黑，哦，短短几天跌了四百多点，但是当拉回的过程当中你开始在套牢，你回过来，我们确实有现金，甚至我们手中的股票，我们静下心来想，你这一两个礼拜嘛，我跟你讲股票，你会严重套牢赔钱吗？不会。对啊，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观光股，你不要乱追。是。我说观光股的获利，对，那个获利都没有可能创历史新高，那个股价都创历史新高。那之前的前期，我记得上个礼拜不是很多人在讲航空双雄吗？哦，对啊。今天不是长黑送给你。最近一个礼拜，只要追高的有赚不跑，全部套了。那大家不是说这叫旅游旺季吗？观光跟什么？观光跟所谓的一个什么航空，甚至说今天可能还有部分在强势的游戏股。那我就告诉你，越接近暑假前后，你要越要提防利多出尽，因为股价都是提前反应嘛。老师，那还有一个月底快到了啊，不是会讲季底做账吗？季底做账这个，可是你从上礼拜到今天为止，你去看。投信是站在买方还卖方？做账变结账。对啊，你看投信的整体是买超还是卖超嘛？所以我就跟你讲啊，你到时候不要做账，期待做太多做账行情不成，反向人家给结账下来。真的。当然结账不一定每天卖。对。卖多的，因为他手上很多，他也许会有机会反弹。但是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你之所以会觉得说现在不敢动的，那我相信十之八九，你不是现金看到跌你怕，不敢碰，不敢动。我个人看法是，应该90%不敢这边不敢动的投资朋友们，啊，都是股票很多套牢的，而且套的不是1%2%而已，应该套的蛮深的，是啊，至少短线套个10%以上的股票已经大有人在了，对不对？那可能套牢，但是我们回过来说，如果你是买的是之前的鸿海、台光电大涨，哎，我还有高档，我跟你讲，我们获利调节哦，对对，对不对？那下一档要买什么？如果拉回要买什么股票？当现在市场上大多都是在恐慌害怕，如果你在高档，第一个你有做一些获利调节，你现在是有钱可以买股票，对，你要在高档要记得懂得见好就收嘛，对不对？常常我信教师这么多年跟你讲什么，有时候人多的地方尽量不要去凑热闹，对不对？第二个，上面有时候留给别人赚，是之后不久之后你也留给别人套，对不对？啊，俗话说得好嘛，哦，饭吃8分饱，对不对？话说8分满，然后呢，钱在股票市场，钱赚8分满，8分饱就好了，8分满就好了。哦，你不要赚到饱，赚到满哦。哦，就算还会再涨1毛钱，就算会再涨5毛钱，我都还要再赚它这5毛1毛，那一毛五毛一块钱，不要太贪。结论就是不要太贪。哦，在股票市场，记得跟你做人做事一样。哦，对不对？饭吃八分饱，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饭吃八分满，那个话说8分满，是在股票上钱赚8分满就好了。上面留给别人套赚，以后也留给现在留给别人套。好，那现在你会发觉，虽然大盘指数今天跌177点，好像有些瓶盖股有没有发觉相对抗跌？好像甚至今天有些逆势是收红的，那为什么指数跌171点，瓶盖股反而没有跌？当然有些投资人会说，啊，瓶盖股都没啥起掉啊，所以它没有跌啊。他在等。哎，啊，这句话你就讲到重点了。对啊，没起到，所以没有跌啊。是啊，啊，你明知它没有涨，你为什么不敢买它？明知不会跌啊，你为什么不买？风险有限啊，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追那些已经在高档的股票的？
这就是人性，对对不？啊，会套牢的就是你那些最近涨多的股票害你套牢啊。那瓶盖股对拉回可以买谁？谁你会发觉可能是相对安全？买鸿海吗？哦，鸿海现在涨到116。专七天，大概今天都要讲鸿海，昨天跟今天大家都在讲鸿海。是啊，102、103怎么不买？我觉得你现在再去买鸿海，你可能利润很有限的，甚至搞不好会被短套的几率都会有。那国泰金明天除息，可不可以除息？当然这个问题是收完盘是废话的啦，对不对？你有的就参加除息的啦。好，那没有的怎么办？会不会填息啊？那我个人看法，你看国泰金今天也是收红哎，今天跌170几点。国泰金今天是收小红哎，是。我们今天我跟你讲，我今天利用开盘国泰金开低的时候，在盘下，我建议我部分会员买国泰金跟他参加除息，我说一定会填息。好啊，再来，你说联准会升息接近尾声，债券型 ETF 是低风险高报酬。你如果在最近是买的是债券型的 ETF， 我不要说大赚特赚了，你到今天跌170几点。你有亏吗？你有套吗？没有。哦，你不要说你是半年前、一年前、三年前买的哦。我说的是最近这将近一个月哦。我也不要说是你今天早盘去追高的哦。我可没叫你早盘去追哦。但是如果你最近逢低买的人，你有套吗？大盘指数最近这一个礼拜跌了400多点下来。对。你买债券型 ETF 到今天是赚钱还是亏钱？对不对？不要说看人家瞧不起，很多投资人是瞧不起，哎，赚几趴你啊，哦，瞧不起，赚几趴，总比你现在套十几趴好。真的，我讲话讲白一点，真的有时候讲话太白太直接，如果你听了让你觉得刺耳不舒服，哦，心想是我还是直接当场这边公开跟你道歉，但是我讲就是实话，赚几趴总比你现在追高被套十几趴好。对不对？你现在回话，你是要套十几趴，是要赚钱？我说真的，你现在赚的钱，我常讲一句话，你任何时候赚钱，你想要获利了结，我都没有意见。虽然我是后市还是看好，那你卖掉，你现在回过来，你要军工股，你现在躺着买，有没有比过去一个礼拜去追的人便宜多的？你要个什么 A high 概念股，对，那个 A high 概念股，你现在把债券型 ETF， 你今天获利了结掉，你现在个 A high 的，哦。你去买的有没有比人家便宜10几20块？有没有？你那个债券型 ETF， 你今天给他获利调节，你说你的观光股、航空股、旅游旺季，未来人家说多好，你今天躺着买，闭着眼睛买，跌停板买，对，这边赚钱卖，你现在去买跌停板的观光股，去买重挫的航空股，你今天有没有买的比人家便宜？有啊，股票上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说赢家总是少数？你现在随便我跟你讲的标的，你说真的，你随便卖，你都去买都比人家便宜了。那 T50 反一，哦，虽然最近有跌的，可是我相信大部分是套牢。为什么？好像因为收盘价好像只有4.8几而已，也涨不到哪边啊。回不来，对。好，哦，但是如果你有 T50 反一的投资报，这一波的拉回，对指数拉回 ，T50 反一反弹，那你该不该见好就收？好，我个人看法是 T50 反一。利用这一波大盘指数的拉回 ，T50 反一会反弹，反弹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卖，好，你要逢高卖，然后这个逢高卖，债券型 ETF 逢低买，好，我相信你未来绝对有机会赚更多。啊，你不要到时候反弹上来又舍不得卖，到时候大盘指数有这一波回档整理完，万一又往上搭上去，你的 T50 反一又来不及，到时候会来不及，会破底的时候又来不及哦。好，我都跟你讲在前面。好，那第一个嘛，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我想其实前几天之前对的都不交讲的啦。好，6月13号那一天跳空大涨的时候，大家不是都看得很好？我不知道今天开高的缺口，短线就会来回补。我说这个缺口短线一定回补。好，你不要怀疑这个缺口的1、2、3，第三个出来，哈，不管第二个、第一个会不会补了，第三个出来只要有高一定补的，这是最基本的技术分析的理论了。当然我们要妖股不要讲，我讲这是大盘加权指数，这个缺口就看一定会回补。那你说什么时候回补？来，我上礼拜有没有告诉你，下周三台指期结算，上礼拜有没有？6月中啊，台指期结算前后，哦，你看我13号讲完，你说还有高啊，又涨了2天呢，那个哎还概念股还在涨哎，那个观光股还在涨哎，哎呦大家都说要买航空哎，暑假旺季要来的呢。我跟你讲，
台指期结算前后到季底桌上你都要小心了，是，对不对？我说你都要小心，高点就在这附近了，那这个缺口我说一定会下来回补，那我想到今天为止我所讲的已经都得到验证了，对不对？是都得到验证下来了，这个缺口有没有补？补了吗？补了。那补了你，我问我个人看法，从17300多跌到今天16800多，跌了400多点，将近500点的，短线跌升或有反弹了，但我没有说哦，或有反弹，那我明天一定要抢，或者待会看我的节目，那个什么，那个叫做大财富的多单就给他抢下去，啊，万一直接下去，你套牢不关我事。我个人看我是这个盘应该要再整理，还是整理盘，就如同我之前在高档就跟你讲的，涨得从5月中15400涨到6月中17300，一个月涨得快2000点，你觉得不用整理一下吗？回档个三分之一就好了嘛。强势整理都要回档三分之一嘛，对不对？我说是强势整理都要回档三分之一，我没有说一定就是只有回档三分之一哦。涨了2000点，这边回档，那我说就算回到整个接近季线，我都没有意见。你要这边上上下下等季线上来 ，OK？ 或者你要怎样下去反弹再直接测季线，我都没有意见。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涨2000点回测月线就要直接上去。应该是不太强啦，我必须还是很客观的，我觉得这个几率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几率可能比较小了。我觉得就是你不管怎么震，就会类似之前的四五月一样，会可能在上上下下震荡的过程当中，至少会摸到这个季线上下。好，那如果有机会，万一如果有机会摸到这个季线上下，我刚刚讲嘛，如果你有 T50 反一的人，到时候如果有接近季线上下，你一定要卖。你不卖，若整理完再上去哦，你会破底哦，你要再套牢一次哦，你不要到时候或是说逢低买哦。这个我该讲的已经之前节目中讲过很多次，我就不多讲了。那我觉得下半年旺季的低档股，你还是要逢低找买点，拉回还是要买低档的股票。好，那你说在整个过去这一个月，我相信我瓶盖股也跟你讲了一个多月，从台积电去年的高点、去年的低点，今年5月中500块下叫你买。涨上来的，大家都在讲台积电好。我是在，你看，跌下来哈，外资就降目标价了。我记得台积电前几天不是涨到590几吗？有没有看到很多法人调高目标价？有不？有。啊，今天调高之后七百来啊呗。涨到快600就跟你喊700。啊，请问你今天是先看到700，是跌到570以下的？先跌了。对呀、啊。那前几天我跟你讲的几天台积电呢？我们讲，那越接近600上下，你不要乱追它了。我说等下来，离600越远，你去买它才比较有利润。好、哦，这个我都有跟你讲。接下来，大力光啊，2000跟你讲的，过去我就不多讲了，涨到2300。月晶光390涨到426。那月晶光这个我都为什么每次讲到它我都要停一下？不是在好、哦、炫耀我们好像多厉害赚多少钱。我停在这边，我每次只要停到这边就跟你讲一个观念。股价都是事先反应。6月5号是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发表的前一天，讲白点是6月6号发表 MR， 6月5号郁金光大涨，看到这一波的目前短线的相对高点。6月6号发表 MR， 股票不会等到6月6号发表完才涨，一定先涨。这个观念我每次停就是要跟你讲。那所以回过来，如果今年9月左右。不管是9月初、9月中、9月底都没意见。如果第三季末、中末苹果要发表新机，瓶盖股会涨在前面，涨在后面。好、哦，瓶盖股会涨在前面，涨在后面。好、哦，我还是跟你讲这个观念。然后从整个鸿海，对不对？那时候在第一档就告诉你102、103，有没有跟你讲买？好、哦，这全市场只有公开告诉你买。起起来，大家都在鸿海啊！你看今天报纸、昨天跟今天大家都在讲。鸿海 AI 伺服器，这个我早就已经跟你讲过的，对。但是如果你说现在快要除夕前再去追鸿海，我觉得这个套房你可能也许要住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已经以鸿海的股性，你要心里有数，已经涨了10几块，涨了10几%上去，短期间已经拉在相对高档除夕、不管有没有办法除填息，一定可能就要整理了、我先讲到前面。好，那如果你下来之前跟你讲的台骏也是第一段除息前从91块多涨到100左右，那最近不是要除完息要回整理吗？你看今天是收小红，我倒觉得台骏应该7月份你要特别注意的，
为什么？因为七月初要公布六月营收，是公布完六月营收，我相信接下来台骏七八九月的营收就是晴空万里了。所以台骏，如果你问我个人，在整个六月初公布七月营收，最慢七月底，七月底，对，应该是七月底公布第二季财报法说会，他七月底会开法说会，第二季财报不会好，但是到时候应该都是利空出尽，我觉得这应该都到时候最近下来应该会再搭上去填息。你看今天大盘跌170几点，台骏今天是收小红，是再来那时候跟你讲的台光电，对不对？那时候跟你讲 AI， 可是 AI 我说你要懂得见好就收，246我们告诉你要卖，我卖的最高涨到多少？250。如果涨到250，又跟你讲恭喜涨到250嘛，就好像鸿海有昨天涨到110几，我又跟你昨天又恭喜，我的股票创新高吗？没啊，没有，我就跟你停在113，我卖在什么价位就跟你讲什么价位。我这个人就不喜欢投机取巧，那个偷鸡摸狗的事情，或是那种过度夸大绩效的。那台光电那时候卖了之后，我跟你讲，上面留给人家赚。可能未来先留给别人，我说有下来再考虑。246块公开告诉你卖，210公开告诉你买。246有没有公开告诉你卖？有。卖了你还可，你说如果今天卖掉台光电，当天就杀长黑，或是你我今天卖掉台光电，你看完节目明天隔天没高点让你卖，那你就认的，你认倒霉嘛，对不对？是啊，但是我卖完有没有高？有啊，有啊，你还有246、247、248、249、250可以卖啊。重点是今天剩多少？20块过去了啦。对啦，今天剩大概226、226、226，226。对啊，已经226了。对啊，已经差了大概将近20块价差了。是，那如果买210卖246，今天剩下滴滴答答，要不要接了？哦，20块价差的呢，我需要看一下。好，我再看一下下。我再看一看。好，看有没有更好的票价位可以买，赚更多一点。好，对，这个就是为什么金金一开始讲的。你在高档卖股票的，你现在心情不是很轻松吗？对啊，就我们在选股票啦。对啊，我们在等啊，现在对啊，我们在等好买点啊。是是是。那我那时候台光电卖的，好买卖的，我跟你讲，像这种股票一定是风险有限。对哦，有没有跟你讲的快半个月？有。你看这个价位多少？43块多哈。你看华东今天收盘多少？我不要说大赚，你那个什么买菜钱有没有？有。你那个便当钱有没有？不要说你便当今天吃什么鸡腿便当而已啦，500也是要加一袋啊啦。对，买一张华通，你今天可以去什么？去吃一颗牛排的啦。还不是那种什么那种平价的什么100多块牛排的，可能你也是可以坐什么？你可以去坐在什么？王品。对啊，王品还吃不到啦，一张还没办法，至少44块多吧。是。可是你说最近大盘是指数是跌的多少？对啊，指数最近这一个礼拜跌400多点，你43块出头去买，我说逢低买，你买到今天都赚钱了。是的。那你说华通短线碰到这条半年线可能会稍微震，但是我个人震完，我跟你讲啊，以下半年忘记到啊，应该至少年线会来吧，震完拉回还是可以注意，至少年线嘛。甚至我就跟你讲，基本华通不是这几年都几乎只要四字头上下买，对，越接近40上下买，然后你就至少有50上下或者50以上可以卖嘛，躺着卖可能都有几条年线，但是我刚也讲啊，也许短线碰到半年线，可能这边会稍微震一下，但震完我觉得应该有高，毕竟下半年是它旺季啊，那么啊，你如果最近这一个礼拜听我建议逢低买的，不要说大赚，但是人家现在在观光股套牢惨赔钱，对，人家追高的会嗨概念股，今麦才是会嗨啊，对不对？人家追的军工。看到汉翔在欧洲展接到大单，65块、66块、67块汉翔卖落去，今天剩59，10几%无去，对不对？人讲什么暑假旺季了，现在大家什么疫情过后什么解封，那个叫做什么报复性旅游，你要不要去看那个云品，130跌到90几。对对对对，130跌到90几，跌几趴？跌快40%哎！是，归刚几天跌了30-40%。啊，你说航空股也是一样。对，云品我都去住过的人了，我都不觉得其他几八八三，我都觉得贵，真的是要贵。真的。对啊，华东也上去了。好，
那我刚华东也跟你解过了哦，嗯，碰到半年线可能会震，但是拉回还是可以注意，是，赚多赚少你一定会赚，嗯，哦，现在我先跟你讲安全的，等到大盘如果整理到差不多的，嗯，你要转或者你剩下资金，我再带你买什么，买攻击型的股票，好，对不对？你要想啊，现在要先守得住啊，先守是，大盘再回档啊，涨多回档，你要先守得住，先稳稳的，先稳稳的，至少这些股票是赚钱，是，等到大盘整理差不多了，我们再来买攻击型的股票嘛。真威，对不对？这个已经跟你讲过了，嗯，对不对？你看，昨天也创新高，今天小跌吧，今天好像42块多，还好，没什么跌啦，其实42块多、哦，你买这一根长黑38、39块了，对啊，你买在这边41块，今天上来你还是赚的，还是赚，对不对？对，这个就像刚刚晶晶讲的啊。那搞不好王品一克都有的，38块多到42、43块王品就可以了。有了啦，有了有 了。对呀、啊，情人套餐可以去吃了啦。可以。对呀、啊，有没有赚钱？那你问我，你看正威这个哦，昨天大涨，我又还能问我可不可以追？每次都涨的时候都问我追。为什么大家都涨都要追？你看我通常跟大家讲，这它的股性我必须坦白讲，有时候比较牛皮一点点。嗯嗯、每次一根长红哦，都要稍微整理。对，只要出量长红就要整理，所以这个是拉回、量缩、回撤均线支撑。还可以买，不要等过新高的时候再来问我可不可以追哦。就好像鸿海涨到115、116，再来哦，鸿海去，哎、欸，要追不？对，那时候他来不及了。哦，我觉得这档股票最近拉回量缩，应该是可以买。哦，我个人还是觉得过瓜的几率高。因为这个上礼拜法说也跟你讲白的、啊，嗯，六月开始进入旺季哦，嗯，啊，现在不是六月底，所以六月七月初公布的六月营收，如果没有意外，应该会比五月好哦。嗯，七月公布的。六月营收应该没意外会比五月好。五月好，哦，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上礼拜三端午节前一天法说会，正威自己讲的哦。哦，你那个都网络上找得到的新闻哦，对不对？那他说第三季 TOP C， 第三季要开始放量了，要开始出量了，陆续开始量会慢慢出来的哦。所以大家说啊，怎么 TOP C， 啊那拢要被 key？ 嗯。啊、人家还没出货、啊，对啊，但是人家跟你讲，我七月要开始，第三季要开始出货了哦，他们C开始要出货了哦，人家要跟你提醒了、嗯、哦。再来，国泰金，啊、哦，过去讲的都不多讲，时间有限，简单明了。做这边看下来可以买，这个下你现在当指数这个拉回，我刚不讲，不管在电子也好，嗯、在金融或者说在进行 ETF 都一样，买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的，是买明年会比今年好的。第三个，股价极其低。人家在跌的都是那些高基期的股票，涨多的、嗯、这种在低基期基本面，人家说低基期基本面不好，那可能还不会中。嗯，但是这个就已经跟你讲了，那明天除息嘛，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早晚填息了。嗯，所以如果你真的说，要么你今天以前买进除息的，我觉得你这个0.9元应该是赚的，现那个股息是赚得到。啊，如果你没有的人，在未来这几天如果有震荡拉回。我觉得是可以留意，这个我也有讲哦。你看这个看线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均线在纠结的，那一定会在这边震，可能还要稍微震一下。但是我相信，只要稍微懂技术分析的人都知道，这种均线纠结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股价早晚往上的几率一定比往下的几率高，因为这条年线目前只有撑下这条年线下弯。对，这条年线下半年开始要扣低了，有没有？下半年开始要扣这边了，所以如果当这条年线在走平翻阳。嗯、当均线六条均线纠结，连线开始准备扣低走平方阳，涨、嗯、多不要说赚，涨多涨少不要说赚多赚少，赚钱的几率你觉得高还低？嗯、哦，就这么简单，赚钱的几率高还低？懂了，就好了啊、哦嗯。再来美债部分，你看上去，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拉回逢低还是可以买，尤其目前来看，好像除非下个月七月份七月中旬公布的美国的六月 CPI 是继续。明显的下滑，不然的话，以目前来讲的话，看起来好像七月底联准会好像在升息一码或两码几率很高，至少应该可能会升一码、嗯。但是再怎么升一码或两码，大家都知道联准会升息已经接近尾声了。是啊，很多人说啊，还有升息的空间，对，还要再升一两码，那是不是代表利率还没到顶？那个债券型 ETF 债券还要再破底？你永远别忘记了，股价都会领先反应。债券是一样，你看到联准会可能还在升息接近尾声，你看债券型 ETF 涨上来的，而且我在什么时候告诉你？5月26，哎，几乎是这一波的相对低档。你去看哦，5月26的时候，是股价是在这个相对低档，是在这个相对低档。所以我个人看法是说，
以债券型的 ETF， 我从来没有叫你涨的时候去追。嗯。但是如果接下来下个月七月份有因为联准会可能的升息前后有明显的下来，嗯，我直接告诉你，我一定还会再加码。我先买的不够多，嗯，因为我知道这个后未来会有暴利，未来的投资的报酬率会有多高。我相信这个我之前都算给你看的，就不多讲。所以我为什么讲再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有 T 五十反一，最近它跌升会反弹，因为指数会拉回整理。但是这一波的反弹上来，你要卖，好、哦、逢高卖 T 五十反一，拉回逢低买债券型的 ETF， 因为这个就算未来你看空股市，认为景气早晚衰退，股市早晚步入大空头会大跌，我跟你讲，空头避险也是一样的啊、哦。哇，我点到这边就好，因为之前讲很多的，如果你听得不够清楚的人，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你可以自己打电话进来问我，或者你去看参考前阵子的节目里面，我相信都有跟你讲得很清楚，好不好？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王信杰分析师啊，还有更精彩节目内容，明天下午的2:40也请您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回来，拜拜。